各位。 要开始了吗？终于要开始了吗？ 肯定会很痛苦，很难受吧？ 没关系，痛苦证明还活着。公主殿下好像在用手语说什么，所以。 你是问那孩子怎么样了？为什么会在意他呢，公主殿下？这无所谓吧，只是早晚的问题罢了。好了，别瞎扯了。乌云，看来明天要下雨了。 下雨，我讨厌下雨，湿漉漉的，让人又痛苦又烦闷。阿紫，不管你再怎么挣扎，也永远逃不掉的。你很快就会再次想起镌刻在你体内的真实。先知有言。 Vanitas vanitatum, omnia vanitas.